大家好，我是世界健身中心的教练 Xavier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来大腿推举。主要训练的部位呢，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跟后侧臀部的臀大肌。等一下，我们屁股坐在椅子的最尾端的时候，注意在踢的时候屁股不要产生晃动或位移。我们脚尖往上踩，脚尖跟膝盖都要成同样的方向，膝盖跟脚尖都保持跟肩膀差不多的宽度。等一下，我们在推的时候，我们先稍微往前推一些些，然后再把安全卡锁固定。吸气的时候，自然下放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让你的骨盆飞起来。我们把膝关节带到接近胸口的地方。吐气的时候，再用整个脚掌平均发力一起往前推，推至膝盖微弯即可，不要把膝盖锁死。等一下，我们就重复这个动作，吸气的时候慢慢进来，吐气的时候再往前推。把手移开，把重量慢慢放下就可以了。OK， 以上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大腿推举机，对于雕塑你整个大腿跟臀部的协调都有非常良好的效果。谢谢。